要强吻我吧？不说话，擅闯云听池，可是重罪。啊！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解释啊？来人！ 胆子，你穿这个衣服不怕被抓啊？相识一场，我送你几个果子吃。 没事儿，我这还多着呢，再送你一个。嗯，喂，你怎么没接住啊？多可惜啊！嗯，那我只能再给你一个了。哎，喂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 青春往事初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。
时间尽头与你相守无所求，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，凝春短。谢谢啊，你这个小贼心肠还蛮好的。娘娘，君上让您今夜侍寝呢。真是开门有喜，娘娘，您的好日子要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过，什么是侍寝啊？陪君上睡觉。表现，孤岛要看看你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。
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可以进？难道他是？你就是君上？完了完了，冤家路窄，这下惨了。你能和狼交流？少见多怪，跟动物交流可是巫族必学的课程。说话。我们巫，这身份说了他也不信。现在我没有巫力，万一他真的当我是戏主，要砍我的头，那可就坏了。怎么会？我只是比较招动物喜欢。那只狼是你的宠物？哦，品味很独特嘛，不愧是君上。他想干什么？靠我这么近，难道我的菊花妆都不能阻止他对我产生的一念？你把他放走了，要拿什么赔姑啊？君上忙于正事，根本没时间管后院的妃子。这么禁欲啊，赌一把。讨厌，你说人家拿什么来赔啊？来，先喝一杯嘛。这样喝多没意思啊！啊，咱们换种喝吧。你逼我的，看谁恶心得过谁。快躲开，快躲开啊！